87年我们在旧金山拍的。When did we were young？ 文章，这是几位画家，刘伯舒，著名的画家王成喜，姚志华，著名画家石瑜，还有著名的年轻画家吴东魁，底下就都认识了。战斗了英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全国的代表，向你们拜年啊！向你们问好。向你们，哎呀呀，你我一看我就知道你的名字。你今天晚上表演的也是淋漓尽致。活龙活现，而且后来都验证了。对相声演员有很多基本。你也是，冯巩，我已经听过好几次你的相声。拜年了，啊，都是拜年了，啊，这是陈佩斯，啊，这是雷英，来自天津的青年京剧演员雷英，看京剧，马上青年艺人看什么？对，看青年。羊肉串今年不卖了。看着你西装就穿不出来。打麻将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对对对，打麻将越红，对对对，谢谢你们。打麻将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刘俊。哎呀，中华，对对对对，这专门唱民歌的，蒙古民歌。哎呀，刘俊明，马玉涛，对对。马儿马儿，你快快跑！嗯，刘炳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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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李玲，东方歌舞团的，对对，哦，外景外景，苏红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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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也唱得好，感谢感谢你啊。唱越剧啊，红娘，烤红，烤红里面有上海话，上海话，这舞剧还是越剧啊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江泽民总书记、李鹏总理前来参加我们的晚会。